女星周迅日前出席品牌活动，一身亮片长礼服露出纤细肩颈线，整体造型高雅大方，脸蛋也完全看不出岁月痕迹，很难相信她在两个月即将满50岁。关键字周迅，50岁正是迷死人的年纪，冲上微博热搜，网友们都非常惊讶，周迅整体状态看起来非常好，真的好漂亮啊！但她这个状态完全不像是50岁，我50岁有这个状态，我得笑死。不过也有网友质疑，热搜买的很明显，好尴尬的热搜，这个热搜标题是团队还是本人想出来的？该留言也迅速获得大批网友按赞附和，但如今该评论已默默被消失，留言区中已不见复评。事实上2018年周迅主演的《如懿传》，突然有网友开始批评演技，各种细节都被挖出来放大检视，甚至还带起一连串吐槽风潮。对此周迅也大方回应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嘛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反正这个空间是大家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开心就好。